光看大陆影视发展，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汤圆哥现在是有签艺星娱乐这个经纪公司吗？那也跟很多大陆啊内地的经纪公司或是很多团队有接触，一直都有。汤圆哥现在是有签艺星娱乐这个经纪公司吗？我十几年来其实都没有特别有经纪人的一个状态，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做一点，我也没特别有什么样的想法。那也跟很多大陆啊内地的经纪公司或是很多团队有接触，一直都有。其实很多人会寄剧本给我看，那其实我都是会看完的。那我自己觉得未来不晓得，其实我自己觉得是顺其自然，可以的话，对啊，如果就是顺着一个感觉走，对。就希望只是继续演戏，然后可以让大家看到角色多一点，我本人自己少一点，因为我自己觉得演员。接下来有没有进军大陆的打算？一直都在等啊。现在的大陆影视发展，坦白说，我们是行业的人，我们光看大陆影视发展，已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里面有好多人才，已经不是说我们想来演戏就可以，而且。来你们这边演戏是要跟你们一流的演员一起竞争，一流演员不是你们说，别下去，别下去。